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今天玩一个好玩又刺激的游戏，叫做便利贴挑战。对，就是我在糖糕身上，他自己在他身上贴满这个上半身贴满这个便利贴，然后我蒙着眼，眼罩，只能用嘴去把他身上的便利贴取下来，就在规定的1分钟时间之内取下来。如果超时了呢，剩几个我就要在糖糕身上做几做个几个俯卧俯卧撑，撑，是又不是刺很好激玩？啊！我很喜欢。来吧。现在粘一下便利贴，感觉好害羞的样子。OK，粘好了，然后我顶着你啊，你不要太往前面，不要往下倒。哦，我知道，你看，那我还有几个？还有一个没关系，我要开始了啊！你看，笑什么？太好笑了，掉了一个又，别动。别动！你弄，你为什么还给我呢？那个是你撕掉的，离我近点儿。那行了，我捉着你，我捉着你，不要太往后，你再往下我倒了。你别顶我！你注意点，一会儿违规了。我知道，我不会了。真棒，真棒！呀！行了，前面还有两个，那你看我是在左边还是右边？在你的右边。我的右边。提示一下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左边右边，偏右，上边下边，你自己闻吧，你自己感知，你别太往后不了，是你太往前了，你的把手放下来，我要是。正常站着你都亲到了，你这样会，你太近了，没有你的鼻尖去找。啊，行行行。OK，非常棒，还有几个吗？有1分钟了吗？OK，好了，然后弄完了，然后。刚才是掉了三个，然后两个是超时了1分钟，咱们一会儿就直接做5个俯卧撑就可以了啊，这是五个，惩罚。哎呀，我好喜欢这个挑战，你知道吗？做完了吗？一，二。我的卡，没动啊，没动啊，